到很多妇女啊跟老太婆啊，也是有很多他都他小孩子跟他孙跪在地上拜他娘嘛。我的印象最深还有一个老太婆，年纪相当大的，跪在地下跟他叩头娘嘛，当他神样子拜娘。1985年12月18日凌晨，马来西亚华人林连玉逝世。虽然他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20多年，但去世的消息已经公布，犹如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林连玉，我们的华人子弟在马来西亚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中文了。林连玉的葬礼上，上万名民众前来相送他的最后一程。林连玉生虽孤寂，死却背脊荣哀。然而被人们视为华教族魂的林连玉却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他困厄奋争的一生中，相继失去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国籍。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得非常的大，知道吗？我�跟他盖下去盖了3次台了，睁得大大，因为他的公民权给人家过去了。马来西亚是除了中国两岸三地以外，拥有最为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华文小学、华文中学和高等华文院校。马来西亚华人将这个教育体系亲切地称为华教。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的子弟可以在这个国家堂堂正正地学习华语。但仅仅是在几十年前，华教领袖林连玉曾因华文教育而被褫夺公民权，死不瞑目。他的继任者沈慕宇担纲于危难之中，几番获刑入狱。以他们为首的华教斗士们曾像守护宗教信仰一样，守护着自己的文化根基，筚路蓝缕，奋争不止，这才迎来了华教的黎明和华人权益的保障。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将林连玉称作族魂，将沈慕宇称作族英。今天我们将一起追忆马来西亚华教英魂林连玉、沈慕宇的坎坷人生。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林先生的生平哦。林先生呢，他是1927年南来的哦。那1927年就是他27岁南来之后呢，有好几年呢是辗转各地，好以前当老师啊。1927年，27岁的林连玉由中国来到了马来亚，成为一名华文教师。此时随着民主运动的不断兴起，华侨接受了新思想，陆续创办的新式华侨学校已经遍布马来亚各地，是200年来华文教育在马来亚最繁荣的时光。实际上他比较长的时间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东爪哇那甚至就是接下来好几年都辗转各地就是我们看从1927年南来一直到1934年实际上就换了好几个地方以及学校。1935年，林连玉的好友黄光敖出任位于吉隆坡的尊孔学校校长，邀请一直辗转各地从事华文教育的林连玉来任教。自此，林连玉似乎找到了付诸一生事业的所在。一直到1961年20多年这段期间呢，他就在尊孔中学服务所以他是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50岁以前实际上是主要是在这个学校里头作为一个老师或者是副校长。然而世事多舛，勤勉持孝的林连玉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巨大打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及马来亚，战事吃紧，尊孔学校只能选择关闭。在送走了所有的学生和教师后，林连玉加入了英国殖民政府组织的吉隆坡战时救伤队，负责救治和照顾受伤的士兵。在与日军的斗争中，林连玉多次受伤，两度几乎丧命。这本占领这个马来亚的时候，我们的华校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被逮捕，然后很多华校也被摧毁，因为日本占领者
认为华校是这个抗衡这个日本占领是主要的一个地盘这样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马来半岛已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3年零8个月的战争中，马来亚华人几十年来辛苦集资筹建的华文中学、小学几乎毁于一旦。而更令林连玉痛心的是，有些儿童被迫接受日军的奴化教育，更有许多学童流落街头，成为鸡鸣狗盗之徒。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复课。林连玉受聘主持尊孔学校的复校工作。林连玉曾付诸心血的尊孔学校，当时已经没有一桌一椅，连教室也残破不堪。林连玉借了一间剧社的2层为尊孔学校临时办事处，另借百平和周立2所学校暂时上课。为了筹措经费，林连玉把自己避难时所饲养的猪全部变卖。林连玉来办这个复建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他甚至把他避难的时候养猪养大的猪卖了，然后筹到的钱就拿来建学校，修葺教室，购置教学用品，向社会筹款。这样奔波了2年后，尊孔学校才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林连玉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经常连饭也吃不饱，而妻子叶丽珍也时常生病。他的一名叫做黄东文的学生如此描写：为了尊孔，林先生的个人事业早已牺牲干净了。终于有一天，在我们的教室门口出现了悲剧的一幕。那是一个早晨，当林先生踏入我们的教室时，他的脸孔正给一团忧愁的云雾遮盖着，他的无神的眼睛很明显地表露出睡眠不足的神态。后来他终于直接地告诉我们，他的太太病了，昨天回来学校时口袋里只有5毛钱，吃了一碗面再买一包香烟，便不剩下一个铜板了。他太太的病又是那么沉重，不晓得如何是好。下课后我们便商量捐一点钱送给他，然而当校长把钱交给他时，他竟拒绝了。后来经过我们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收了下来。然而使我吃惊的，竟然有2颗晶莹的泪珠在他凹入的眼睛中流了下来。他哽咽着对我们说，吃教育饭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因为良心不许我这么做。从这些种种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表里都是如意的啊、哦，那就是感觉怎样，内心有一团火也是表现出来的，他并没有这种掩盖隐瞒。当时贫穷是马来亚教育界的普遍现象，有一名叫黄云和的教师，由于子女众多，贫病交迫，无法再活下去，只好自杀，留下遗书，上面写道：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充任教员。孩子，你要永远记得，将来无论如何，子子孙孙不敢当老师。更令人气愤的是，学校的董事部不但不体恤教师，反而落井下石。有一次，尊孔的教师联名致函董事部，要求凡是连续5年在校服务的老师，应该给予每年5元钱的加薪。结果有一位董事竟然说，如果教师强硬要求，可以答应，不过留校5年的教师就应该开除。这些事深深地刺激了林连玉，使他决心把华校的老师组织起来，用自身的力量来谋求自己的福利。因为他认为说，只有把教师组织起来，才能够产生力量啊。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开始他的最先的动作就是组织这个教师会，组织基隆坡教师会。
1949年，吉隆坡华校教师工会成立，能够把教师组织起来，为教师谋取福利，这是林连玉快慰平生的一件事。这是2014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一场义跑活动，不同肤色的青年接力长跑，向林连玉致敬，并以辛劳感悟华教所经历的漫长长夜。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一个林连玉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因为支持我们华教啊、而行的。林连玉是捍卫华教的咯，他可以，就是他让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受到良好的华文教育，所以很感谢他啦。就是1951年9月25日，林连玉通过申请正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正是在这一年，林连玉遭遇了华教史上的空前阴霾，导火索就是英国殖民政府出台的这份引起极大争议的巴恩报告书。二战后，英国殖民统治者重新控制了马来亚政权，然而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国政府不得不向马来民族妥协，宣布了马来亚联合邦新宪法，确立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地颁布了一系列教育马来亚化的法令和政策，未料这却给华文教育蒙上了层层阴霾。这份马来文教育报告书，也就是巴恩报告书，建议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用英文马来文教育消灭华文印度文教育。巴恩报告书一旦实施，马来亚华文教育必然走向衰亡。分化一个族群呢、啊，分化一个国家的团结，绝对不是这个语言跟文字，而是内容。虽然我们教的是华文，可是我们教出来的公民啊，都是爱护这个国家的，爱护马来西亚的。在华人华社的强烈抗议声浪中，任职吉隆坡华校教师会主席的林连玉，召集全马教师会代表大会，公开反对巴恩报告书关于消灭方言学校的建议，并决定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教总。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结合全马各地教师会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就团结华人社会的一支股力量，来向有关的当局提出反对这个巴恩报告书。教总的成立使马来亚各地华教工作者团结在林连玉麾下，联合华社其他团体同英殖民政府进行抗争，共同推动马来亚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阻挡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教育白皮书等一系列限制华文教育的政策法令相继出台。这个马来亚这个殖民政府陆续出台了非常多对这个华文学校或者是大米尔学校这种母语教育学校非常多不利的这个政策包括好几个这个教育报告书好几次的这个教育法令，有很多的这个法令等等呢，都是企图呢要把华文教育呢这个消灭的。华文教育遭遇遏制，其实是整个华人权益遭受损害的缩影。英殖民政府曾规定，凡是在马来亚出生者就是马来亚的公民，这让很多在当地出生的华人自动获得了公民权。然而由马来人组成的巫统想取缔这项政策，华人获得公民权开始变得困难重重。以巫统为主的这个马来中心主义者呢，他们是要突出马来人的一切，马来人的语文、马来人的风俗习惯、马来人的这个回教作为主导，其他民族就处在次要的地位。正在这个紧要关头，1955年4月，从印尼的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为了解决海外华侨问题，周恩来宣布
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侨自愿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取消入籍他国海外华人的中国国籍。此时已是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的林连玉，自然不再同时具有中国国籍。他万万没有料想到，不久之后他还将失去马来亚的国籍。当时林连玉响应周恩来号召，致力于扫除华人加入马来亚国籍的障碍，率领教总以及另外四个华裔团体为华人争取公民权，要求殖民政府呢，就是根据出生地主义啊，这个让在本地出生的这个华人印度人啊，自动得到公民权。那如果不是本地出生的呢，在本地居留五年啊以上就可以申请公民权。于是在吉隆坡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林连玉忙碌的身影。年过五旬的林连玉匆匆地骑着脚踏车，挨家挨户地劝告马来亚华人申请公民权。马来亚华人在他的率领下举行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公民权大会，大力反对殖民政府和巫统，宣传申请公民权的重要性。啊，由于这么一波的这个争取公民权运动呢，那后来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马来亚或者马来西亚这种多元族群的这个格局哦，啊，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个争取公民权运动啊底下哦这个确立的哦。然而，林连玉的所为并不为所有华人理解，有人认为公民权只不过是政党的把戏。甚至直接斥责林连玉数典忘祖，林连玉则在为华人社团争取公民权所写的宣言中写道：我们当然要启示我们的后一代，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告诉他们马来亚是他们的故乡。一个呢，就是要放弃我们过去那个所谓祖国的观念，建立一个新的祖国观念。所以这个呢，解决了我们华人海外华人啊一个很根本的生活的问题。此时马来亚方兴未艾的独立运动让林连玉对前景充满希望。为了独立，马来亚的三大族群共同与英殖民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大族群就是马来亚华人。1955年7月27日选举马来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选政府时，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代表马来人的巫统与代表印度人的国大党组成的联盟最终赢得大选，林连玉所领导的教总也是联盟的成员之一。林连玉憧憬着马来亚摆脱英殖民政府势力的笼罩，各族人民能成功独立建国之后，华教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1957年8月31日，联盟政府主席东姑阿杜拉曼在莫迪卡体育场高呼独立，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林连玉曾以为这一日将是华文教育真正复兴之日，不幸的是他错了。不管在独立前到后来独立后，整个国家的这政策对华文学校、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他所要走的呢，国家走的都是一个单元化的，我们要的是一个多元化的。1960年，马来政府发布《拉曼达利报告书》，宣称全国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将统一以马来文教学，消灭包括华文教育在内的其他方言教育。接着，在经济上让华文中学自负盈亏，企图使华文学校自然消亡，华文教育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在这种形势下，林连玉带领教总振臂高呼，反对改制，号召华人社会独立开办华文中学。在激烈的论战中，他说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今天今可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连玉的仗义直言竟为自己招来了一场飞来横祸。新的教育法令就是在1962年1月就要正式实行了，
啊，所以到了这个1961年八月啊，那这个当局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啊，所以呢就是开始啊这个利用褫夺公民权啊，吊销教师注册证啊，还有封锁这个林先生的言论呢等等这种方式呢啊，对付这个作为华教运动的领军人物的这个林先生。1961年八月十二日，英殖民政府想做没做的事，终于由联盟政府做了。林连玉接到内政部的通知，准备褫夺他的公民权。8月22日，林连玉又被教育部取消教师注册证，他被迫离开了执教了20余年的尊孔中学。林连玉的遭遇震惊了整个华社，人们四处游说，苦苦寻求为林连玉平反的机会。然而华教人士的奔走呼号未能挽回局势。1961年12月7日，被迫辞去教总主席职务的林连玉发表了一篇名为《告别教总同仁》的演讲。他说道，时至今日，不是我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可是我已经把公众托付我做的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仰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形势无可挽回后，已经60高龄的林连玉选择了隐居在马来西亚。虽然无法再参与到华教的事务中，却也能远远地守望这份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此后华文独中也随之渐渐被排挤出国家教育体系。这是位于马六甲的平民小学，曾经名叫平民学校，如今却是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名校。为孩子报名的家长一度从半夜就开始排队登记，甚至因为争先恐后而挤倒了校门。而平民小学的声誉离不开这位老人的悉心经营。同学们午安，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专心学习，一定要认真，一定要用功，把你们的学业做好，给平民学校的声望一天一天的提高。大家能够接受我的话吗？他就是一手缔造了平民学校辉煌的校长沈慕雨。但他不仅是平民学校在校27年的校长，也是教总28年的领导者。1985年，隐居20年的林连玉溘然长逝，享年84岁。葬礼上，万人泣泪相送，几位服棺者神色肃穆，而其中为首的这位服棺者就是林连玉的继任者沈慕雨。如果从林连玉先生呢，一脉传承，就可以传承到沈慕雨先生。他给我的印象呢，第一，他是修己进人，他自己本身呢，教书的时候啊，他对这个这个学生呐，啊，他对这个学生的这个爱护，哦，跟自己本身的这个修行呐，啊，是言行合一的一个人。1960年代，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后，教总无人主持大局，华文中学纷纷改制，华教运动陷入低谷。在此危急时刻，1965年，时年52岁的沈慕雨临危受命，接任了教总主席这个烫手山芋般的职位。我父亲是1913年出生，我的祖父取他的名字叫慕雨，是仰慕观礼的意思。那我父亲受这个被这个名字啊的影响，所以他从小到大，他的
表现就是有正义、有正气感。仰慕关羽的沈慕羽以一生践行着对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维护。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马来亚的沈慕羽在马六甲城中青年部组织戏剧团和歌咏队，以宣传和募捐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先后担任马六甲各社团抗敌动员总会秘书和马六甲华侨青年战士服务团团长，积极进行抗日救亡。1942年马来亚沦陷，不久沈慕羽和兄长沈慕周在家中被日军逮捕。沈慕羽的儿子沈默义现在依然记得父亲当年被日军带走的情形。记得这里有宪兵跟我祖父在交谈，后来他们离开之后吧，我才上去楼上。上去楼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妈妈躺在床上哭。听说只要找我父亲，我活父从里面出来。结果有一个跟随日本宪兵来的，我们说是汉奸吧，说的这个是某某人，所以日本宪兵就一起把他带走。跟我哥哥被捕，就关在这里一个房间，跟其他的朋友呢，一共五个人在个小房，没有被，没有床，只是木板，我们就睡在木板上。吃的饭是灰米饭，英国人统治时代储藏的白米加上白灰，它的刑罚很重。烟呢烧了，放在手臂上让它烧完，有的用电来刺激他的生殖器，也有叫人你打我，我打你，灌水是最通常的，水灌进去，肚子长大，然后他坐下去，水又溢出来。那种残暴的行动呢，简直把人当作是草芥一样。后来因为日本天皇过生日，沈慕羽侥幸被释放，但他的哥哥沈慕周却不幸被日军活生生刺死，这让他遗憾终生。走出监牢的沈慕羽在之后的岁月里仍然一直在为了华人的权益战斗，而牢狱之灾也便如同他的宿命如影随形。日本投降后，沈慕羽回到教育岗位，致力于华校的复建工作。1945年他组建马六甲华校教师工会，1951年又同林连玉一起倡议创办马来亚全国华校教师总会，也就是教总，从此走上了保卫华教的斗争之路。从1951年开始，政府要消灭华文，我就开始组织了教师总会，团结所有华校的力量跟政府斗争。后来又有董事总会，那么董事总会和教师总会配合起来反对教育政策对我们不利的条文。1965年沈慕羽出任教总主席，距离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不过4年，沈慕羽就剑指华教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导华教人士以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起了要求将华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运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整个华人社会响应。
非常轰动，政府也看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副首相拉萨、内政部长敦尼斯曼、财政部长陈修宪都召我去谈话，我都跟他们解释我们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对国家有好处，华人了解政府的意向才会支持政府、拥护政府。他向官方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而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肯定的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到最后呢，他就被这个马华工会呢开除了党籍了。马华工会是马来西亚华人政党，1949年由华人领袖陈征禄组建。在组建之初，沈慕宇就加入了马华工会，成为一名党员。1960年代，马华工会内部对华教态度出现分化，开始向政府妥协。沈慕宇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之一的主张被党内不容，遭受排挤，最终被开除出党，成为马华工会建立以来第一个被开除的人。沈慕宇在日记里写下了被开除那天的心情：马华标榜与华文共存亡，竟不支持华文为官方应用文，以自食其言，何以对华人？我以一介布衣，被禁卫在事前警告我，或经审问就将我开除，我一人事小，只怕以后难闻忠贞之言矣。那一天，沈慕宇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马华工会，但这并没有撼动他维护母语地位的心。1971年2月7日，在大选中受挫的马华工会邀请沈慕宇参加华人团结大会，沈慕宇不计前嫌，依然出席并发表演讲，鼓吹华人大团结。两个星期后，他又在怡保群众大会发表演讲。我发表了1小时的演讲，鼓励华人要团结，呼吁政府要给我们的教育开放。我的演讲全部给政治部录音。两个星期后，我就被政治部控告触犯煽动法令，在怡保法庭审讯，前后2年才平反。他出席的马来西亚华人团结大会，从这个名堂上你可以肯定看到，这个呢是在鼓励希望我们的华人不要分散，不要一盘散沙，大家团结。但是到底这个警方怎么样诠释他的演讲内容我们不予置评了。不过最后呢，他就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被关了。当年我数一数，他已经是58岁了，也不年轻了。两度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撼动沈慕宇的信念。1973年，他带领华教人士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场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试图将改制风波后逐渐式微的华文独立中学重新振兴起来。在他的号召下，华人各界利用报纸做宣传，纷纷通过捐款、义演等方式支持母语教育的延续和发展。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自己的母语语文特别喜欢，可以说我们爱护自己的母语文，我们一直把我们当作是一个龙的传人。很多的华人呢，没有这个保存出他们的中华文化、华文教育呢，那么你看这些华人啊，今天很多连自己的中华文化最华语都没有讲的，就是已经被同化了。假如我们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根，这失去了根，这个民族肯定的会没落。为了留住自己的文化根基，全马华人纷纷将子弟送入华校就读，华校生源不断增加。到了1983年，
华文独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已达45000多人，比复兴运动开始之初增加了近一倍。马来西亚华教似乎已经冲过层层阴霾，即将迎来黎明前的曙光。然而不久之后，一场始料未及的恶性事件再次使华教运动遭遇重创。1987年，当时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教育部做了一个决策，就是他派了一些不按华语的老师到学校，到华文学校去当这个副校长，那么这个引起了整个华社的不满。1987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陆续调派不按华语的人士出任华文小学校长、副校长等高阶职位，先后受影响的有全国50多所华文小学的60多个职位，这激起了全马华社的强烈抗议。沈慕宇与政府多方交涉，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87年10月11日，沈慕宇召集3000多位华教人士齐聚吉隆坡天后宫举行抗议。今天我们抗议政府委派不按华文的教师到华校任高知，华教的命运呢，全部操纵在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化悲观为乐观，应该化悲愤为力量。沈慕宇在抗议中提出，当局应当顺从民意，在10月14日之前调走不按华语的老师及校长，否则全国华校将在10月15日、16日及17日组织罢课抗议活动。10月14日的晚上，马来西亚内阁终于同意了沈慕宇的要求，即华文小学的副校长必须具备初中或以上的华文水平，课外活动课教师必须会讲华语。沈慕宇接受了内阁的妥协，同意取消罢课抗议计划，双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这次妥协却给了马来亚民族主义者反击的机会。1987年10月17日，马来西亚执政党旗下的乌青团在吉隆坡拉惹穆达路体育场举行集会。在集会中，乌青团以极为煽动性的字眼回应沈慕宇的诉求。当时乌青团团长纳吉高举马来短剑叫嚣道，要用华人的血来洗这把剑。随后在吉隆坡，一位马来西亚士兵乱枪击毙了2名华人和1名马来人，民族冲突再度升级。华人民众在沈慕宇等人的号召下纷纷展开抗议活动。1987年10月27日至11月14日，马来西亚政府以防止骚乱为由，援引马来西亚内安法令，逮捕了106名政界、文教界、宗教界和民权运动工作者。这场震惊全国的大逮捕后来被称为茅草行动。我们罢课之后的2个星期，政府实行茅草行动，就逮捕了这些华教的斗士，我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我已经是76岁了，整个牢狱里头年事最大的就是我。在这个抗议大会过后呢，很不幸的，沈老先生呢也被政府呢用一个叫做内务安全法令把他抓了，把他关了起来，前后呢一直关了大概是200天左右。古稀之年的沈慕宇为维护华教又一次身陷囹圄，经受了残酷的折磨，在只能容身的牢房里只有一条自来水管可供饮水和充电，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盏小灯陪伴着这位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日子一待就是200多天。
因为政府是采用这个内部安全法令扣留，这个法令在两年里面可以不经过审讯的，所以我们无从去营救他，很痛心也很心痛。我们觉得有人为了捍卫我们的这个语文的这个教育，他们其实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任何法令，但是呢他却遭到这样的一个对付。1988年6月3日，在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争取下，沈慕语成功获释，但依然受到种种限制，一直到1989年政府的限制令取消，沈慕语才彻底重获自由身。沈慕语一生三度遭遇牢狱之灾，饱尝艰辛，这些并没有动摇他捍卫华教的信念。非常这个钦佩我父亲的那种斗志，这个不畏强权，这个坚持公义。他认为这个华文教育如果纳入这个国家的教育主流，能够使国家更加健康繁荣发展，各民族更加和谐共处。我供奉关羽，因为我的名字慕语，先父从小就希望我做一个像关羽有正义感的人。几十年的奋斗，虽然遇到许多艰巨，但是终于把我们的语文教育救了出来，这是问心无愧，也可以说是不懊悔。今天的马来西亚已经拥有华文小学1290余所，华文独中60余所，高等华文院校3所，成为除中国两岸三地以外拥有最为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林炼玉、沈慕语等华教斗士们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人们将林炼玉称为族魂，将沈慕语称为族英，每年他们的诞辰和忌日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以纪念他们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我说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我不变界投降，我没有水头上去，